宋志军，哎呦，王姐，哎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好久没有看见你。我出去办点事儿。谭静和平平今天去参家婚礼去了，他们不在家。啊，不在家啊？那我这样，我完这儿再过来看孩子，然后给孩子买了个玩具。啊，您帮我先给婷婷吧。好可爱呀！您挺好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你也挺好吧？还行。那我先回了。啊。我说，你这孩子来就来了，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？哎，没多少钱是吗？来，喝口水。我来。这么多了那么多，能吃了吗？吃不完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的？你坐，就像自己家一样啊！我一会儿就好。吃不了。哎，这应该差不多了。你还在再蒸一会儿，再蒸一会儿。这个呢？哎，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。哎呦，哎，你把那鸡蛋拿。时间不能太……哎，你去看一下吧。我来看吧。客人，不是客人，哎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，我的徒弟，你叫他军哥。哦，军哥好，我叫谭静。啊，我叫孙志军。匆匆流逝。 Thank you.